当马桶人入侵迷你，该如何分辨真假呢？重大通知，重大通知，马桶人于今日凌晨2:30大量入侵迷你，善于伪装成人类，他们会利用各种阴谋诡计骗取玩家信任，再将其塞进马桶，请广大迷你玩家请勿上当。什么？马桶人入侵迷你了？奶糖，我们快找个厕所躲起来吧。不是，马桶人入侵迷你，为什么要找厕所躲起来呀？还有个啥？你难道没听过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吗？我们躲在他老巢肯定能平安无事。我晕，你没有想过马桶人是从厕所潜入迷你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我们呢？既然不能躲起来，那马桶人来了我们该怎么办？哼，我们可是有神器的。要是马桶人胆敢妄想把我塞进马桶里，定让他有来无回。来了。好心人，救命啊，后面有马桶人把我塞进马桶，你们可要救救我呀。哼，谁知道你是不是马桶人伪装的？天地良心，我只是个玩迷你2年半的普通玩家，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呀。要我相信你也行，那你说说这个视频里的人是谁？答不出来吧，你个马桶人，给我狗带吧。哇塞，奶糖你也太厉害了吧。嘿嘿，小菜一碟。嗨，我又来了。奶糖又是，我刚听到广播说有马桶人入侵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刚刚还嘎了马桶人呢。啊，是吗？你们快跟我走吧，小猴子让我们去美食村集合。好，奶糖，我们快走吧。等等，他不是辣条哥哥啊？奶糖，你脑子瓦特了？他不就是辣条的装扮吗？就是啊，我是如假包换的美食村辣条。哼，你就装吧，辣条哥哥可是我们美食村的颜值担当，说的明的还干净。而你刚刚走来时，手上拿了那么一大坨大便，这些你怎么解释？啊，这我刚刚手里有拿大便吗？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哼，我才不会看错呢，给我狗带吧。没想到这些马桶人这么狡猾，居然还会变成美食村成员来骗取我们的信任，所以我们就要更要小心了。嗯，有没有人呐？救命啊！不好，有美食村成员有危险，我快去救他们。别去，他们是马桶人假扮的。奶奶，你是怎么发现他们是马桶人的？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很简单，他们明明绑架了两个人，却只看守一个人，这就说明没被看守的人就是马桶人同类。原来是这样，难道马桶人怎么都伪装成美食村成员的样子？奶奶说美食村已经，奶奶，我们快回美食村吧。好。